感觉挺激动的吧，因为这是第一个的世界总决赛的冠军，然后比较挺开心的吧，也谢谢大家对我支持。别的也没有多想，主要是赛前，我们就教练就是主要是让我们来抓动作，做好自己动作，然后就可以。人嘛就是一步一步的来走，然后每一步路我还是继续走得很扎实，好好的去训练。 非常非常的感谢他们，常年对我的理解、支持和帮助，我爱他们。